下一张呢是玉凤小姐，这个是也是我的打羽毛球的朋友。我们打羽毛球呢，都会有每个月都有庆生。那我有一个朋友就说：“那碧儿，你来画，你负责帮寿星画人像好了。”于是呢，当天呢，我也被逼的去画这个玉凤小姐。我画她大概有十分钟左右，我觉得我把握住她的那个神韵，所以那个现场的朋友都说，实在是像极了。